下一集。郭耀生的死跟你有关吗？是不是有麻烦了？郭豪生现在在怀疑你了。范小爱，这些都是你做假账的证据。你哥当年也做过不少好事。如果让我知道你手上拿的不应该有的资料，我想你很清楚接下来你会发生什么事。你那边怎样？我这边 OK。新加坡篇，明晚9点。本节目是由